为什么这家奢华酒店总让我想起西游记？今天带你们打卡开在上海之巅的全球最高酒店，一层大厅的水晶罗马柱搭配八米高的红门，是不是特别像龙宫？大堂在101层，搭乘高速电梯前往，咱们正式到天宫了呀。绿色水晶前台，仙气飘飘，云端的诗意，可以俯瞰陆家嘴和外滩，原来人间是这般景象。中餐厅入口处是一个盘腿罗汉，而红色琉璃烧制的墙面和中式门楼构成一个长廊，走到尽头竟然是水晶打造的降龙戏珠，感情龙王在这儿。入夜后的120层视野有种别样的感觉，霓虹灯火让上海像一座逐渐燃烧起来的城市。在酒吧预定了最大的包厢，坐在沙发上看着云层，有那么一刹那，我感觉孙悟空会驾着七彩祥云出现。下一期分享房间测评，这个房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抖音。